啊，就是啊，我先打一个，哦，有亮的。不是，盖儿昨天晚上大哥就已经打开了。哦，我八点钟起床，我一看盖儿打开，我直接就把它捞出来放在那儿了，是吧？其实要是说，比如说4个小时，马上就是我们那个大槽里头放个筐里，就在盐水里一放，对，盐粒子冲进去，然后在这控控水，控几个小时水，对，然后打包。实际这样，你看啊，